师傅，你能帮我解两个梦吗？讲吧。就是有个师兄，他梦见另外一个师兄跟他说，他身上有灵性，然后要念一万，然后他问师兄，一万是念哪个经？然后意思好像是，一万大悲咒是什么意思啊？师兄就是叫他念一万遍大悲咒啊，这还不懂啊？还问我啊？那他这个是包括功课还是包括小房子呢？功课，功就是单独许愿念一万遍，对，一万遍大悲咒，就然后许完愿的话，是不是包括功课每天自己的话？功课不一定了，反正就是在功课也包括在这一万里边的。那一天的话可以无限制的念吗？对呀，可以啊。哦，